我们看这题目，是球，这个是指纸。那首先呢，我们计算这次方的部分，次方的部分呢是 log， 然后在括号里面是 log 25，去加上这是 log， 然后在括号里面这一加上是 log 25分之 log 4。那么这里没有写呢，是以10为底，所以这两项是同底数，所以外面相加是化为里面相乘，因此呢，这等于就是 log， 然后这里面就是用 log 25去乘以，就是一加就是 log 25分之 log 4。那我们把它乘开来，这等于这是 log， 那乘开的时候这里乘进去，这乘进去，这乘到后面的时候呢， log 25会约掉，所以呢这里面会得到这是 log 25去加 log 4。那么括号里面呢，这两个又是同底数，所以外面相加化为里面相乘，所以呢我们写到这里，这是等于这是 log， 然后这里呢括号里面就会是 log， 然后25乘以4，这是100，所以 log 100呢是2，因此这里我们得到这是 log 2。所以呢我们要求的这个式子呢，我们写原式，那么这等于这是以10为底，然后次方呢是 log， 然后这是2。那因为没有写这里是 10， 所以10的那次方是 log 以10为底的2的话呢，我们得到这个值就是等于这个值，也就是2这个答案。因此呢我们回答这题的答案为2这个答案。